也是来自真心镇的小智，目标是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收集传说中的宝可梦蜜大腿露露。我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空手道部门，但是要经过选拔啊，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，绝对不会接受垃圾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好爽啊！好想当垃圾啊！好笑啊！太棒，行业真的是哦，这个声音哦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只没有看画面，只听声音，依旧能够很入戏。来一个一个，我们给他自我介绍，然后配配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走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第一位，欢迎汪世伟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真心镇的小智，目标是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收集传说中的宝可梦蜜大腿露露。就决定是你了，皮卡丘。你不是皮卡丘，你是谁啊？喵，我是火箭队的喵喵啦。别看我这样，我的神经是很脆弱、很敏感的。喵。哎呦喂，那个声音很活哎，对不对？他们这根本就是声音的演员，活灵活现的，超屌。来，美珍姐，哇，美珍老师来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嗨，我是来自22世纪的哆啦 A 梦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好吧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我有个道具哦。生殖器。有了这个道具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取代宪哥坐在 C 位了。哎，你有看我的综艺节目？我们也会生殖器。对，我好想要拿到生殖器哦。他们赋予这个画面新生命，是对，对，有想象力。我去配过音了，我就觉得真不容易。配那个花木兰，木须龙，木须龙。宪哥，你配得很好，真的吗？很厉害，印象很深，好厉害，对，超好的。你好适合，因为那个龙好贱哦。对呀，我觉得只有你能诠释。对呀，谁都不适合，谁能比你贱？一人分饰多角，真的好崩溃啊！对呀，是崩溃呢。我配音的时候比较没有，我比较没有。一人分饰多角，大部分都是卡通最多。卡通哦，当然有啦，就是说，譬如说我们配韩剧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说。你不是配主角的时候，你要多分担几个啊，一个啊，对对对，戏份不是很重，杂的角色，对对对，就是各种角色你要，然后就要开始那个音域要变嘛，那个碰要变，要不然扁一点啊，有不能碰一点。其实刚听角君老师的他声音，他你配的大部分都是 key 很高的，对，我的声音是属于比较高的，很高的，那这样你配演下去会不会很累呢？累呀，一点都不会耶，因为我的声音本来就是比较高的，哇，好高哦，他们的嗓子真的很。超高的，对啊，而且我们早期哈，是早期我们看电影《梅花》呀，哦，那个《英烈千秋》啊，爱国片有没有？我演那个军官的都是那个我们亚洲影帝柯俊雄先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还记得柯俊雄先生的这个声音啊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配音前辈，也是以前华视非常有名的制作人，叫做陆广浩。啊，有陆广浩先生，是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，是然后就配柯俊雄，刚正不阿的那种，对啊，那声音，所以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柯俊雄的声音是这个样子，正气凛都会这样觉得，为了这个国家，我们可以牺牲，结果到了现场，哇，有一次我终于碰到了哇，亚洲影帝柯俊雄，哇哟，兴奋，结果他就看着我，你叫曲中人。你是陀中华的学弟，是不是？这个综艺衰，哇，真的整个。哎，当然台湾国语，他很开台湾国语，台湾国语。对，原来他的声音是比较有一点那个，对，本土味腔的，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哎，世伟，世伟，可爱，来来来，曲哥，我必须要说，那是因为你身份不一样，我们配什么剧都要一个人打800个。哎呦，我不怕打多少人？不是我身份不一样，是因为哦，因为我的那个可变度太低了，就是可以变声音的那个太弱了，对，辨识度也偏高。那我们这个是算一部
的酬劳还是算工时？角色，我们是就是一集嘛，案件计酬的，所以你录几个角色都是一样的钱啊，真的。就我曾经录过一个韩剧，他要那个先试音，所以就把主要角色拿出来试音，然后我就试了好几个角色，最后我就过了五个人。哦，五个人都要，一家九口里面我过了五个人，啊，然后他们住在一起，每次做一个长桌吃饭。我录一个奶奶，一个妈妈，哎呦，一个奶奶，一个婆外婆，然后一个大学念大学的姐姐，一个念国小的弟弟，跟一个阿姨，哇。好累啊！所以我就累死了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哎，大家多吃点啊。比如说女儿就说：“哎，外婆你多吃一点。”然后弟弟就说：“哎，不要，这个好难吃哦。”然后另外一个奶奶就：“哎呀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了，你们不要吃完了。”会不会配错啊？会啊，会。我不要，你多吃一点。会啊，这是弟弟的配错。错音最大的好处就是配错就 NG 嘛。哦啊，重来。那你们这个配这个音的一人分是五角。然后人都在这里，你是一次袋子下来，先这个，再这个，再这个这样配吗？照着人还是奶奶全部配？如果话没有搭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大部分就是顺着往下录。如果话有搭在一起，就换轨啊，就搭到的部分换一个另一个音轨，另一个音轨。天哪！顺着录，那你真的逻辑要很清楚。对，所以就精神错乱。对，对我自言自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声音的。还有对情绪呢？对，嘴型以外的情绪，我们来随堂考好不好？沈喉咙，直接一听他们配音，好好玩。好好好，我们来个配音随堂考。OK， 先有这个电影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再由他们不一样角色的声音来配。未来妈妈，请看。有找到吗？我找不到我的凳子。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了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就一个凳子。哎呀，丽芳，丽芳，哎呀，不就是个凳子吗？啊！不要碰我，那是我的凳子，这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这里是你的家，这家里面哪一样东西不是你的？这个家里面全部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连我房间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窗帘不是我选的，抱枕不是我挑的，沙发也不是我喜欢的，就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床单都不是我能决定的。这声音太重要了。哎，哦，这段很经典，经典。这个是他的凳子拿出来丢。未来妈妈，未来妈妈，未来妈妈在讲，这刚好这个支线在讲就是婆媳的关系。对了，我们直接来配音好了。哎，美珍姐，美珍姐，阿叮当，还有雅金啊，这三位分饰各角，开始。哎，有找到吗？我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丽芳，丽芳，我就是个凳子吗？别碰我，那是我的凳子，那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这里是你的家，这里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的？全部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这里房间里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这窗帘不是我选的，抱枕不是我选的，沙发也不是我喜欢的，就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床单都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好怀疑，好有那个气的声音。